如果我真正跳舞，应该是差不多21岁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大学里头啊，我应该是在大学一年级，然后我在打篮球，因为腿很漂亮，就被一个学姐说去跳舞了，跳舞就跳舞了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家里的那个通铺啊，我们的通铺就是。木板打的一个房间，那时常就铺了一个床垫，铺了各种床垫就睡觉的。那我们就铁线拉起来，就挂上妈妈的那个时常给我缝的那个百花被，那就当舞台的背景。那就跟表兄弟啊，或者姐妹啊，或者说表兄弟姐妹，或者说姐姐，因为我很小就当舅舅，我2岁就当舅舅，跟我的外甥女啊一起演戏了。那实际上，姐姐的那个化妆品啊，那个口红啊，都给我用来化妆，擦到断掉，眉笔也断掉，所以那个舞台对我造成那个很大的影响。爱情故事，如果说你要讲啊，很小就有了哦，很小的时候，那种时候还是在学校哦，你就一边扫地，然后一边传纸条，然后那个书桌上那女生会就跟他讲。我拿给你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严格，我们不能够说在学校哦，跟女生谈天说、哦、我喜欢你或怎样。我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，再下来哦，跟我的个性有关是射手座，射手座的人都比较危险。我有一段感情是跟溜冰有关，因为我那时候在芭蕾舞团不会溜冰，就溜跌倒，人家一扶起来就扶出溜冰情了。早期我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哦，那我想我刚刚回来的那个比赛，我想应该是1989年，啊，那时候在95哦，那一年我燃挂了最佳创作，就是最佳编导，全场最佳编导，还有优秀奖，还有全场最佳奖，所以所有大奖我都拿走了哦。那一次是我。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崭露我的头角哦，那慢慢的我对比赛就有点不太喜欢了。一个评审他可以觉得不好，可是并不代表观众觉得不好。石头这件事就是说，因为我的家乡在巴杜帕，所以说，可是如果我用巴杜帕的话，那就在区域性，所以我就起了巴杜，然后而且。蒋勋哦，蒋老师一个台湾的作家，在一本书里头写过哦，红方中的石头，既是初始也是永恒，就是这粒石头既是开始也是永远，所以说我就决定用石头这个字。还有我很喜欢《红楼梦》，我想《红楼梦》大家都知道，它原本的名字叫《石头记》，哦，那《红楼梦》在现在都会一直在我的家里或者身边，我时常会翻一下。我想当我回来，我选择跳舞这条路，当然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边，他会觉得是不是找一个比较赚钱的行业。你的一生一定会接受很多的批评哦，或者很多的，我说褒跟贬哦，就是说赞扬跟或者说反对你，或者觉得你做得不好。我想那是一个成长。